格多。哎呀呀呀！这第二组啊，很耽误时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搜了之后有一万年了。我感觉第二组把那里都给扒了一遍，整组畏罪潜逃。虽然包某想到了一个人，但我们还是大胆猜测，小心求证，去搜证现场看看。赛老师去哪儿了？登机了，赛老师。他今天不走，对他也无所谓。赛老师这不走，感觉跟走差距也太大了吧？我不觉得他今天就很闹吗？其实也挺闹的，而且那天明明已经赶不上了，但是他还是在拼命。他就已经做好了赶不上的准备了。哎，你刚才那个答上来了吗？答那个题？当然，我是谁？聊天能不能别带这种劲儿行吗？你不是真的杂志社主编。NSDD 你答了啥？你说的对。你答了什么？你是弟弟。你是弟弟。你就是个弟弟。熊熊你快一点。你觉得你今天匪下很重吗？我现在知道谁是真的凶手，从现在开始就把票往别人身上引的人，你给我注意点。你投我呀。投啊。 Come on。 看来只有何社长出马才能镇得住赛赛呀。凶手快。好。凶手进来了。来，老板，好久没跟老板开会了，我坐您旁边，您看怎么样？你坐那边吧。可以，听老板的安排，你让我坐外边都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老板说了算。好像没有这种必要，都是随便坐。我听老板。哎，你们搜了好久啊，第二次啊。我们中毒了。下周我也很没人就知道。这上周那种你总满意了吧？我得向您汇报一下，这个杂志社经营状况堪忧。经营还可以啊。我今天发现了很多问题。我们的样品衣服估计都是从 A 哥那儿进的货。掉银粉的掉银粉，掉毛的掉毛，看看这掉毛的掉线头的掉线头。您得查一查进货的这个部门是从哪儿找的这些样品。我是要查呀，我要查的就是你啊。这种小事会是我本人做吗？去出去跑单子联系品牌就会是我。那你负责啥呢？我真是我也多亏我没负责任，不然这公司更完蛋。另外更可怕的是什么您知道吗？香水美妆部门的问题更大，他们用的香水有神经毒素。那香水闻完之后跟喝多了一点，是大舌头。